了。嗯。哎呀妈呀，这衣服哎，我穿的还挺肥，这是有来头的衣服，这是我外甥女儿的衣服。她这买来是睡觉穿的吗？怎么买这么肥，当睡衣穿的吗？它挺厚啊，现在穿挺好啊，正好。我外甥女是个很牛的小孩啊，人家之前也胖，150-160斤，人家现在减到100斤，多少年没反弹？哇，得减上3-4年来了，就秀秀姐一点没胖，嗯，而且越来越漂亮，嗯，走，现在大概7:30，出来买几个羊肉串，东东也想吃，他给他爸爸拿几串，然后听喇叭响，明天好像又要做核酸了，明天还是做核酸。 这衣服还挺好看啊，挺显有气质的啊。哎呀，其实人家胖，人一胖的也很多，小姐妹人会打扮，你知道吧，会打扮，会搭配，会化妆，咱啥都不会。好了，我先骑电动车了。咦，大杨，他家生意真好啊！服务员来了。咦，那边也是一家烤羊肉串的，但没有人。我们就来这边了。妈呀，现在4.5块一串，好久没吃了，2年没吃了。板筋、羊肉、小馒头，好了，赶紧吃吧。下面是我的拆箱视频。哎，看看都买了些什么。时间久了我都忘了买了些什么，这是好多天累积到一起的啊，并不是一天的，我也懒得拆。就那个染头发的买了一个，哎呀，一会儿把这信息，把我信息划掉再扔。这个是这个里边是欧包，就是那种有夹心的那种欧包，我超级爱吃。我以前不爱吃甜，我以前爱吃咸的、辣的、酸的，但不知道为啥，只要是减肥的时候我就比较贪吃甜的。东东，我怎么觉得这个是歪的，就有点像那鞋呢。是吗？有点歪。对啊。嗯。啊。他快递应该是去解压的。嗯。这个是可可粉。可可粉。做烘焙呀，可以用。这个是亚麻籽油。亚麻籽油对身体好，橄榄油、亚麻籽油，我现在基本上就吃这两种油。这我买的一个电插座，电插座。这是两束假花，这是有用才买的啊，这都是有用才买的。
这个要贴东西呢，是那个像那个贴橱柜门那个纸。然后这个我喜欢。什么？就是那吉祥话，什么万事如意啊，什么什么，什么。给我看。不给你看，别给我弄坏了，我要用的，我有用的。嘿，真坏。要弄好折的就不好看了。嗯。没用，我花这钱干啥？一会儿你负责把妈妈的所有的名字都给我划掉啊！那一天在家啥事不干，吃了看电视，看电视。啊，对对对。哦，买了两瓶油醋汁，夏天好用。夏天多吃凉拌菜吧。哦，这是茶，乌龙茶，五瓶乌龙茶。这个是啥？这应该是水杯哦，这是我的小碗儿，我买了一个碗儿。哎，不是，买的这个叫什么？啊，碗没到吗？买的是那这个餐盒，做燕麦盒子用。油醋汁，哦，这我买的海鲜拌饭酱，就是青岛人嘛，我是青岛人，就是总爱吃一些海鲜，海鲜的味道。有那个金枪鱼的酱，这两瓶是金枪鱼的酱，这个是鱿鱼，这个是鱿鱼的拌饭酱，香辣鱿鱼酱。这个是豆乳，豆乳，这买的是全麦荞麦吐司，就是特别好吃。我反正以后我是不可能蒸馒头蒸包子了，我也没有那功夫去天天蒸，蒸了也不好吃，我也不爱吃。就是我现在就什么都不断，就是不会因为减肥啊不吃这不吃那不吃这不吃那，就是什么都不断，但什么又控制量。因为你如果选择不吃的话，你不可能做得到永远都不吃。今天觉得哎呦我吃了长肉，那你减完肥，哎。你明天吃的时候也会觉得会长肉，也会不敢吃，给我喝口水。又没有几个，这个厉害了。
这是榨汁杯。这个是比较轻巧、比较小的榨汁杯，就是我家里有一个超级无敌大，将近快一米高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很重，就是我都把它放在最顶上，我连用都不带用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就看这个小巧，我就想要个小巧的。我买的好像是600来块钱。但是太重了，反正带在架子上，老大一个，老重了，就跟个大机器似的，傻不愣登的。这个多漂亮！哇！这个就显得就很上档次，但我还得研究研究咋用啊。这里边是可以磨东西的，然后换了转头的话，这个就可以榨东西。看，我就想要个这么小巧的。我先拆箱，先到这里啊。然后我下面就开始把我的信息用黑笔涂了。大家也是这样啊，就你们快递单上不是有自己的信息吗？电话号码、名字、住址，把它涂掉再扔，知道吧？一定要把它涂掉再扔垃圾啊。虽然也不至于遇上坏人吧，但是该注意还是要注意一下。我先去干活了，拜拜吧，今天。再见，宝贝贝儿。